起身来，先检查自己身材，太胖太瘦都不能被看出来。记得要乖，千万别互相伤害，大家受伤被发现就得狗带。真奇怪，好羡慕隔壁小白，怎么我就总会被兄弟俩安排。中考前扎，偶尔还做个假花，吃鸡也不错，不如了解一下。大家受伤了，来不及救了，说这话的你良心不会痛吗？吃的太多了，快养不起了，确认过眼神是你。